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款式。OK， 这一款呢也是大家询问都非常高的，还没有上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宝贝们来问，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OK， 它的蕾丝你可以看看吗？我太喜欢它这个蕾丝了，因为它蕾丝的每一个部分的剪裁都非常非常的精致。来，再给你们看看一下，非常精致，看到吗？非常精致，而且这个白色呢是一点都不透，它里面是有莱宁的，一点都不透哦。它的quality是非常非常的好。它的腰部这里呢是没有莱宁，是有一点小透视，但是你们放心，你们穿起来的时候是不会说很看到说，哎呦，看到你们肚子里面这样子是不会，它是隐隐约约这样子带过而已，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太露，是不会的。其实它是不会太露的，你们可以看看模特的穿，它是一点都不会太露，它就有一点类似，看上去就有一点类似，就是可能腰部看起来是里面有一个肉色的 lining 这样子罢了，其实它是不一点都不透视，你们不用担心。而且它的腰部分呢，虽然是透视，但是它是完全不会看到，比如你们穿内衣，会看到内衣下面部分嘛，是不会的。因为我在有些时候有些腰部透视的话，可能你们穿内衣的部分可能会看到那内衣部分，内衣的那个下摆那边是不会的，是不会的，你们放心。因为它胸部在这里嘛，你看看嘛，你们内衣在这里，所以它是一点都不会看到那个内衣存在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OK， 它的下摆部分呢，它不是完，它是整件，它只上部分呢是蕾丝的剪裁，然后下半部分呢是衬了一点那个雪纺的，而且它雪纺的面料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看。你看它白色的，纯白色，它的面料雪纺的面料是非常好，而且它不单只是雪纺而已，它里面呢还有一层莱宁。还有一层，所以它整件呢都有莱宁，下半部分是有莱宁，上半部分有莱宁，只是唯有中间的那个腰部是有一点小透视，所以我们，但是这个小透视盖我已经说了是不会太透的，它是隐隐约约带过这样子罢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而且你看看它的剪裁，这里的纠结的部分、curve 的部分非常好看，这整件穿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贵、优雅、有气质的，很 ladies 的一个款式来的。还有三个颜色，等一下我也是会拍那三个颜总上三个颜色实拍的颜色给你们看，其实也是跟照片一样没有什么色差的。OK， 而且这个款呢，它的quality是非常非常好，这种面料可能在外面市场卖的话，打底都要百多两百块，甚至三百多也是会有。可是，在我们的店铺呢，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卖呢，低至于100令吉，但是它的价格会比平时我们开的连身裙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点。一点点，不会太多，一点点，但是它的价格都是低至于100块，100令吉以下的。OK， 你们可以放心。所以我会拍这个视频给你们看的，因为我想要让你们知道它的蕾丝的部分真的剪裁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非常非常好的quality来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样子的价格会不会买到一件很 cheap 很 cheap 的连身裙呢？是不会的，视频可以作证。所以你们可以看它的蕾丝部分是它的每一个部分真的剪裁到非常非常的精致，所以它的手工部分，所以做的时候是会比较难一点，所以它的价格是自然也会比较高一点点。OK，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是白色哦。OK， 你看它的花，它的蕾丝的剪裁部分是非常非常好。它这个蕾丝呢，不是那种柔软的蕾丝，我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你们看的时候它不是那种柔软的蕾丝，也不是属于太硬的蕾丝，它是中等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它没有立体感。也是会有立体感，它的这个蕾丝是有，也是会有立体感的，所以它整个剪裁有腰身，整个穿起来就是感觉到不会说没有 design， 或者是没有穿起来没有身材，这样子是不会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这就是三个颜色啦，然后呢，这是白色啦，刚才做介绍过了，这是粉色，这粉色非常非常的水，非常非常的水的粉色，然后这个蓝色，而且这个蓝色非常好看。你们现在看到的蓝色，你们收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色差的，这蓝色非常非常好看。如果你问我这三个颜色哪一个最好看，其实都好看，真的是看个人喜欢。你们可以看看这蓝色，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蓝色太多了，不想再有蓝色，然后你又不大喜欢粉色，然后白色又不大喜欢。其实你还可以选择回蓝色，因为虽然它很基本的颜色，可是这个蓝呢跟平时你买的深蓝色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太多深蓝色了或者怎么样，是不会的。而且这个粉色呢，你们也不用担心说太粉，它是那种浅浅的粉色，就是那种粉粉的粉，它不是那种很亮眼，也不是那种很鲜艳的粉，不是，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会很太粉，是不会的。这个颜色我也是也蛮好看的，非常水。而这白色呢也不用说，非常就是这个白色也非常干净，穿起来如果你们想要穿去注册啦，或者是你们想要选择现在在找这白色的话，这个白色也非常非常的推荐。OK， 看完了这个视频，有没有更了解这个款式？如果有的话，喜欢的宝贝们就去赶快去下单吧。